作为中药配方颗粒行业先驱者和领跑者，天江药业不断提升中药品质疗效，改善中药服用体验。针对不同的使用需求，天江推出了小袋、盒装、大袋装三种常见包装。小袋包装药品出自天江符合 GMP 规范的十万级净化车间，有效期长达三年，无需煎煮，服用方便，安全清洁，携带便利。通常您只需要对照医生处方，将所配一日剂量的各位中药颗粒倒入杯中，加开水冲化，调匀成糊状，均分成两份，每次另外加入200毫升左右温开水，适当搅拌，确保溶解后服用。如果有特别的医嘱，您需要严格按照医嘱确定每日服用次数和方法。盒装品和大袋装出品出自天江药业智能化中药房，按照医生处方，利用现代化技术对药品精确精准调剂。每次服用时，您只需撕开一小盒或一袋的封口并倒出，加入200毫升左右开水，适当搅拌，确保溶解后服用。温馨提示，根据药量大小可酌情增减水量，沉淀物必须一并服用，以免影响疗效。药袋注明调服品者，请用水或蜜调服。无论是哪种包装，我们都建议您存放于避光、阴凉、干燥处。